有可能会改变你喜欢的人吗？有。觉得他有喜欢我。咱们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一起吃顿饭。I used to roll the dice, feel the fear in my enemy's eyes, listen as the crowd would sing. Now the old king. 他跟我说的太多对不起了。肯定会的，只是觉得很恶心，是吧？有喜欢的男生吗？有呢。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我的眼睛看你。心意就会变了。我肯定会的，只是觉得很恶心，知道吗？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很自私的人，你是不是这样人？有喜欢的男生吗？有呢。能在一起，多了解。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瑶瑶。明天是有最后一个约会的日子，把想一起约会的对方的名字用短信发给剧组。然后我们收到了你们发的最后的那个愿望短信，根据你们发的短信，我们先公布一下昨天被叫到最多的男生和女生。被叫到最多的女生是李爱露。受欢迎。那位男生是李真豪。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分两组去约会。那我先公布跟李爱露一起约会的人。第一个约会的是金胜君。第二个一起约会的是默然。第三个一起约会的是李正廷。第四个一起约会的是雪瑶。
六个一起约会的人是张嘉怡。然后我们公布跟李正涵一起约会的人，李雪。许爱丽。金世林。这组合今天会去最后一次约会了。这好还是那个好？才跟我说了太多对不起了，我不想听到对不起。你们是要男生组女生组吗？剪刀布，就一个、哦、一个人一起玩，第二个一起玩，哦哦哦哦，好好好。我们也要吗？是剪刀布。你，一二三，我跟你约会。是要换换换，就一直换是吗？是要换换换。就一直换是吗？你想跟艾伦约会？没遇到什么喜欢的。为什么？不想约会，也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太想。因为没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没不高兴，你也不高兴啊！不想约会，看你一眼就知道你不高兴啊！高兴就是高兴的样子，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完美邂逅，由全球时尚丝袜领导品牌诗柔独家冠名播出。I had to find you, tell you I need you, tell you I've set you apart. Tell me your secrets, ask me your questions. Oh, let's go back to the start. Running in circles.Coming up tails, heads on a science apart. Nobody said it was easy. It's such a shame for us to part. Nobody said it was easy.No one ever said it would be this hard. Nobody said it was. 当时一开始，默然就很不开心嘛，然后理都不想理我，然后也不想跟我约会，然后我就很伤心。就算曾经不确定醒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太有
公转记住了，我不能活了，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我们昨天打赌，然后读书的人要给对方1块钱，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看到我会讨厌，所以我不想再这样下去，我想忘了他。一转身谁能把感慨不怎么活，又来一遍了，我办公室在这等了半天没人来啊。啊，真的吗？那是什么心情？飞机啊，海豚，哇，海豚。海豚Someday, I'm gonna put a smile on your pretty face. So, someway, someway, 带着一点点期待，然后也要想要就是有一个浪漫的回忆啊，能够带回去。阿姨，约会嘛，是你。他看起来就是酷酷的，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我想要就是挑战一下。吓死我了！你说他我吓了，吓一跳。我吓死的那个，你看到那个什么了？不是什么吓死的，我吓死他是我的理想中的男孩吗？我更提起勇气，然后正式的表达我心里种的花。哦，你看那个很大的来了。你们两个玩的真欢乐，就是。射手二。二。哎，这个场事儿我觉得很浪漫，嗯，因为有音乐。我觉得我真的很惨，第一次约会是3个人，今天约会是4个人，我从来就没有和他单独约会过。哎，我真的不知道明天到底该不该再选他。我觉得被他拒绝的机会真的是太大了。你有 QQ 提名号码吗？我们做好了。I'm not sure I want to. 现在有种很复杂的心情，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走吧，他们俩约他们的，我们俩约我们。啊，我们去。我自己来。好吧。我觉得好恐怖。哦，我也自己来。干嘛？嗯。你要不要享受一下自己可能快乐？好。哇，好冰凉，没有味道啊。嗯。没喝出来。没有味道啊。抓帮了。好了，就这样，那你帮我拿伞好了。嗯。抓了啊。确认好，确认好了是吗？嗯、那从现在开始，跟你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人，你选择一下，你选择一个人。
可以再去多了解一下，你愿意吗？可以啊。哎呦，真诚不叫什么？不叫什么？欧巴，欧巴。没有我没想。啊！사랑을하나봐촌스럽게또볼이빨개져널보며웃고작은입이두귀에걸렸대막상상을해혼자그대가날아나주니하나뿐인너小小沫子走慢一点啊任务是吧啊你现在选择一位你想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选穿裙子我们去那个我们俩也去走走吧不想看不想看伤心给你吧没关系我不是很重要想的东西有点多了我不会因为他喜欢别人而改变我自己的心不知道确定不了从昨天晚上开始我想我已经下好决心我这边能做的都努力去做了反正已经竭尽全力了就变化挺多的吧我
觉得我付出的心意都是白白的，就空的，没有意义。我很伤心。第一个表白的人是艾丽。그날밤도뜬것같아바보같이지우고지웠는데사라졌다哦，我发现我太会偷拍了。哦你，卡哇伊呢？我还记得来济州岛的第一天，那一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你印象还不错。之后女生选男生约会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你。可是那时期待和你单独两人的约会变成了三个人的游行，一直在和另外一位女嘉宾有说有笑地聊着天。虽然说今天也不是我们单独的约会，可是我觉得今天是我来济州岛最开心的一天。虽然说那种感觉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那种，但是我还是觉得很舒服。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内心的想法，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下一位表白的是李真涵。直接一点吧，反正是来济州岛这么多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虽然平时沟通也不多，但是喜欢看见你笑。原来我才是最后的 boss。boss 掉下去了。你又拍到我了。我就是想画一条鱼，希望能跟我在一起的人永远是自由自在的。很多天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放松还有真诚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唱歌唱得很不好，但我希望以后那个男孩一起完成这首歌。제야는지알수없지만그는항상나의공주였죠그댈만난후단하루라도그대없는날상상못했죠지난후깨요그대그화난미소혹시내가늦지않았죠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的快乐是结局下一位表白的是莫然也不太会说话然后画了几张画感觉你的鼻子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你和其他嘉宾的鼻子长得都不一样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但是我觉得在你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应该是你的眼睛因为我看过无数双眼睛只有这一双眼睛能给我带来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是我最喜欢的看我在拍手干嘛干嘛呢干嘛呢啊雪糕啊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然后感觉对你的嘴特别感兴趣因为你的两颗虎牙非常的有意思最后呢我把脸型发型还有嘴鼻子眼睛组合了一下就变成了一张完整的你我不是十分十分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希望我把我的情感放到这里边下一位表白的是我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眼睛能看到的真心一般都不会骗人的。所以我特别学了一点手语，希望我的这双手透过你的眼睛能够到达你的内心。
穿假鞭，我给你去。我你袜子呀？我你啊？我很喜欢手语，想告诉你，我的眼睛看你。我的耳朵是听你，是听你。你能明白吗？下一位表白的是张嘉怡。对你都有就是没有特别的进入到我的视线里面，单独和你约会的那一天我觉得过得很开心。我还是想在我们离开济州岛之前可以说出我的心声。下一位表白的是李正廷。第一次见到你，觉得你跟其他女生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其实接下来的日子其实蛮想有机会能想跟你约会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要跟他表白吗？哎，我要吃雪糕啊！我要吃雪糕，我要吃雪糕，我要吃雪糕。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我要吃雪糕。其实，跟我说有你自己喜欢的男生，但是我说过我会坚持。我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所以现在我站在这里，然后我知道你喜欢玫瑰，所以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你愿意接受吗？雪瑶，
我喜欢你。틈에 비치는 햇살에 유난히도 빛나던 한 사람 혹시 이 사람은 아닐까 다가가서 말을 건네볼까 기다리다 훔쳐볼까 그러던 그 순간 너를 보는 순간 느낌이 왔죠 下一位表白的是雪瑶。转弯，It's so unbelievable, and I don't wanna let it go. Sound is so beautiful.Flowing down like a waterfall I feel like you've always been Forever a part of me And it's so unbelievable To finally be in love Somewhere I never thought Going down like a waterfall I feel like you've always been Forever a part of me And it's so unbelievable To finally be alive Somewhere I never thought I'd be Now I see Oh, I love you下一位表白的是金胜君。不是在那个什么？他叫你吃屎，他干啥？
好爽。好累哦，我坐一下。我们可以回去了。拜拜。你下去吗？哎，下面是不是不好走啊？这里有点不好走。今天整天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些。在海边坐着过两个人的时间，骑自行车的时候，在我的背后抱着我的你的手，看着夕阳的时候，亲你额头的在我旁边的你，我还在记住。最后表白的是李雪。李雪，他跟我说了太多对不起了，我不想听到对不起。我现在就是没有心动的男嘉宾，就没有遇到。因为通过就四天的约会了解下来，包括就是不管是在录制的时候还是在私底下的时候，然后了解过后就发现没有自己特别喜欢或者是就是很有心动的感觉的男生，所以我今天没有就是拍摄视频。就算是他失败了找自己的情侣，今天李雪就结束我们的完美邂逅。It's all gonna be okay, yeah. And I know maybe I'll even laugh about it someday, but not today, no. 突然间就舍不得你们了，没有找到爱情，找到了友情。嗯，好了，我也没找到爱情，很难讲了。明天才知道，一定要幸福，拜拜。And it might be wonderful, it might be magical, it might be everything I've waited for, a miracle. But even if I fall in love, 就觉得挺遗憾的，就没有机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在这个城市可以有个浪漫的邂逅吗？And I've been trying to make believe it doesn't hurt.But that makes it worse, yeah. See, I'm a wreck inside. My tongue is tied and my whole body feels so weak. Future may be all I really need. And it might be wonderful, yeah. It might be magical.终于到了我们最后选择的时间，大家应该有了今天
心里中的对方。现在开始，被叫到名字的人对自己要选择的人传达自己的礼物。那我们就指定第一个表白的人。第一个人是许爱丽。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表白心意的机会。我们约会的地点在海边，有美丽的沙滩，有阳光，有你，有我。那是一段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美好回忆。别人和我说，如果折105只千纸鹤的话，那你许的愿望就会实现。就想要把它送给你，一点小小的心意。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嘛，但是至少现在我还是想要让他知道我的对他的心意。下一位表白的是金世林。我今天为了你特意准备我在家里自己养的盆栽，这是我的心意，你可以为了我来韩国一起学语言吗？80%的那个感觉，就是他跟我约会的时候，他一直对我很正式的。另外那个20%的那个感觉，就是他也会有我们那个以后的关系选择我喜欢我。下一位表白的是李振航。
来济州岛已经五天了，每一天的思想都在不断的变化，觉得情感很复杂。这几天也约了每一个女孩都有约会过。昨天想了一夜。我内心的情感也很复杂，比较复杂。这是我亲手穿的一条绿松石的链子，然后上面是羽毛，我想把我做的这条项链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下一位表白的是李爱露。今天我想送给他礼物的人是一个首先很善良的人，然后他总是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快乐。我这里面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就是小鹿。我希望能把这个小鹿送给他，给他带来好运。我的
眼睛看你。下一位表白的是张嘉怡。在过去的五天四夜里面，我希望在你面前展示更全面的自己。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希望你收到这个礼物以后，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因为也没有想过再去接触其他的男孩子，就是觉得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下一位表白的是于正廷。子瑶，我喜欢你。我的眼睛看你。
完美邂逅。都说爱情就是这样，痛并快乐，变化挺多的吧。感谢，非常感谢，也有点小感动吧，就是反正已经竭尽全力了。肯定不会忘记的。我很感动的，以后我的生活中绝对不会不能感受到的 那种感觉。